how I went from this. I don't wanna make my bed, I'll save up all my energy. Instead you take up all the energy I have inside, and I can't find a way to just ignore it, and I can't really take it anymore, cause I can't stop you from running around through my mind. Hello， 大家，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一个比较不同，明明是非常不同，因为我平时都没有做这样的 video。我今天会给你们看我的 week of workouts 是长什么样的，因为其实有蛮多人很好奇一下，就是每次我 Q&A 啊都会有人问，但是我没有什么具体的回答，所以我今天是要分享我在 gym 做的 workout， 因为我已经几个月在 gym 做 workout 了。我知道很多你们中学啊还是刚大学这样子的人都想 try 在 gym 做 workout， 因为会真的是比较 effective for like a better figure 啦。而且我是一个社恐来的， like 我真的是一个 big 社恐，所以我都踏入到 gym 里面了，我就要传授一些我的社恐 gym tips 给你们，来跟我一起get 一个强壮苗条的 body。 这个是 Mimo Watch Flow， 反正身为一个运动爱好者，手表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I mean 智能手表。这个是我的 Day One Gym Outfit，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Mimo Watch Flow 的颜值，很好看，我选的是蓝色的，应该哪位自然型的。我觉得如果你是少女的话，你会很喜欢这个的颜值。它的 band 其实还是可以换的，我选的是蓝色。现在我要用他们的 APP 来拍下我今天的 outfit。哇，然后他就会帮我 customize 我今天的 watch face， 哇，很酷哎。好帅呀、哦、OK， 我们现在去 gym 吧。Hello， 我在 gym 了。反正讲真的，我是一个很社恐的人，所以平时我去 gym 就是戴着我耳机，然后我自己做了 gym，我完全没有跟别人沟通，然后我就自己走掉。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用怕 gym 啦，因为 just do your thing， be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做 workout 了，放 freestyle， 因为 gym 它是算 freestyle 的。来开始，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back。其实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去做 gym？ 你们会以为 gym 是给男生的、啊，还是就是 gym 你做了你会变很 buff 啊，会变很壮啊，不像女生啊？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事实。其实我做 gym 的原因呢，我其实讲真的，我是想要得到更好的身材，因为我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人，所以其实现在 gym 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就是成了我的放学过后的课外活动这样子。但是我起初的原因当然是为了瘦啦，但是我等一下会说更多关于我的故事。对啊，现在在修着我的心率。每一个 workout 我都会做四组15次，就是15次，然后乘10。
这个 Mimo Watch Flow 手表有116个 fitness model with GPS tracking， GPS tracking 是 for 跑步啊那种。And then 它有 auto workout detection， 就是讲我开始做 workout 了哦，它会自动 detect 到的，就是我不用去开它，它都会提醒我的。Mimo Watch Flow 是用 1.6 寸的 AMOLED 屏幕，然后它是用不锈钢的表框，还有相册表盘，所以它整体的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哦。起初刚开始，尤其是我在 anorexia 的时候啊，我都是以有氧为主，因为有氧是可以减掉更多的 calories 的，相对 gym 来说的话，所以我以前是一直都是做有氧的，完全没有碰过 gym。Mimo Watch Flow 很适合给运动爱好者，因为它这里都会展示你burn了多少卡啊，然后你做运动的时间几长，然后你的心率啊等等，全部都会帮你计算，所以我很喜欢每天做运动都会带，而且也每天去哪都会带。我平时喜欢 train glutes 是因为我要看起来比较有蛮线条的，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有那种hourglass 线条，你不是应该要练腹部，你是应该要练 shoulder 还有 glutes。我听他们讲了。Seems like it's working. So yeah. But 是呢，其实我是因为小红书还有 YouTube 的影响而开始去做 gym。然后本来做 gym 的时候，我是一个随便的心态，就是我只想纯粹做运动，然后燃烧最多脂肪的心态。因为当时我还在 anorexia 嘛，所以我当然是想要。就 burn 更多 calories 就更好了，但是现在的心态跟我以前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今天的 look and looks， Hello， 今天是星期三，也就是 shoulder day。今天也是带着我的 Mimo Watch Flow， and then 哦，它这个 Mimo Watch Flow 有贴心的提醒我，今天是我大姨妈来。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woman's health， 就是这个 pink color 的。今天我是 on my period day two。我知道很多女生如果来例假，她们是不想要去做 gym 的，但是我这个人是比较不同啦，就是我来例假的时候，我反而会更有力气。但是你就 listen to your body， 如果你感谢这个人提醒我今天来例假，不然我会忘记穿。But 今天我们做 shoulder 是蛮容易的，因为不需要太多力量比起 glutes and legs 啦，所以 yeah shoulders let's go。其实我也是直到最近，就是 as of recent， 我才改变了我的心态，就是完完全全改变了这个享受，就是纯粹想 burn calories 的心态。我身为一个学生啊，我又不是做模特，为什么我要来要这样完美的身材？ OK， 我可以追求我想要还有我开心我喜欢的身材，但是我不必为了这个而去不要吃东西，而去放弃我喜欢吃的东西，而去一直 restrict 我自己，你懂吗？就是我又不是做什么模特儿行业的，这个模特儿瘦因为是他们的工作嘛，但是我瘦是为了什么呢？我是为了自己看，还有可能别人看了我比较，其实没有人会注意你，你懂吗？就是你自己的
twisted mind 罢了。 OK， 可能别人如果你肥了你受害，那些朋友会讲那些很智障的人啊，那些旁观者，那些很 toxic 的学校的人啊，就会讲这个人很肥很壮，but whatever， so 其实是他们自己有问题啦。自动把我找到，真是很棒呢。MIMO Watch Flow 其实有超长的 battery life， 其实我用了一整个星期啦，我是没有充电的，它都是还可以用到现在。Set me。其实 MIMO Watch 也是我日常生活中的白色体验的我的一个穿搭，这样子，因为看我现在穿这样子，而且这个蓝色蓝色，哇，整个 outfit。Not that we tasted, want to, yeah, baby I'm faded, baby I'm faded off of you. I want my hand. 但是 OK， 可能你不喜欢这样子被人家讲。你想要改变，你想要瘦，你想要身材好。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还是照常我吃我想吃的东西，因为我反而你一直去克制它，你一直不要让它吃，它就很像一个很大冲进的水，在瀑布顶端那边，它想要冲下来，但是被一个石头挡住了。但是这种冲进哦，会一直累积的，你懂吗？它一直累积到那个冲劲非常大了，那个石头再也承受不了了，那个水就会很大很大很大的冲劲就冲下来。这个就像食物这样子，就像你一直克制自己，你不要吃你爱吃你想吃的食物，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到你无法阻止你自己了，就惨了咯，你就会暴食了。我知道这个真的是需要时间，如果你是以这种减肥的心态啊，还是你还在 anorexia 的心态哦，这个是真的是很难做到的。你会听到很多人跟你讲 你要吃就去吃，但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但是 trust me， OK， trust me， you need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you need to do this。 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 take your time， 你可以最终，其实我用了蛮久啊，可能几个月一年这样子，我现在的状态我是接受了，我接受了，我可以允许自己吃自己想要吃的食物，当时想要吃的食物，我想要吃的食物我都吃，然后我想要运动的时候我就运。 OK， 我刚刚从 gym 走，然后这个星期的 workout completed all thanks to my no watch， 它真的帮了我很多 in terms of 我看我的 heart rate 啊，calories burn 啊，然后他帮我 track 我的 workout 很好，是的，我会记得要去做 workout。 我第一次 hiking， 哇，好好的，耶、yeah, I finished the hike。 走错路啊，你然后你的屁股都黑了。 Can you say that again？ 喵。阿比讲出口。 Alert！ 喵。Hello， 大家，今天是一个周六，然后其实我平时也是都会带着这个 MIMO Watch Flow， 因为它就是很时尚耶，我觉得我戴起来很突然间变得很成熟。这个 MIMO Watch 真的很配我今天的 outfit， 然后我就是很喜欢每天戴着，因为它会帮我 track 我的 stress level 啊，我有没有喝多多水啊，然后
我有没有时不时起来走路，因为如果我好像坐很久了没有起来走路啊，就会哔哔，该时候走路了，然后我就去走走一下，so that the fat cells 会囤积在我的adipose tissue， 不懂在讲吗？总之我很喜欢每天戴着这个手表，它有三个不同的颜色，有 metallic black、vanilla cream， 还有一个 sky blue。然后我选的这个是 sky blue， 因为我比较喜欢蓝色的手表，因为看起来比较美咯，比较特别。你们能看得出我喜欢蓝色吗？现在我要练舞，因为我以后跳舞比赛。用我的 pad， 最重要是 my new watch。今天是我的 rest day， 也就是 light cardio， 然后我也要用。的 Mimo Watch 来进行跑步。大家，我今天总共跑了6 km， 这是我的 stats。所以这个 Mimo Watch Flow 帮我看了我的 stats， 然后就跟我讲我跑步的时候的心率是多少啊？我达到 VO2 max 啊，就是很厉害。然后要 overall 很轻，很 lightweight。最后要给你们的一个忠告是，不要相信 everything you see on the internet 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 Photoshop 我们的 bodies。我自己也是有做过这样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不要一直跟那些网上的人 compare， because 你永远不懂他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我给你们看前面那种我有 apps 的照片哦，我坐下来哦，我肚子也是一坨肉了，所以 bruh， so don't okay， just 你最自然最舒服最开心的状态，不要想这样多，然后做好自己的本分， stay happy， and then 你的身体自然会跟着好起来，今天的一整天 with Mimo Watch Flow 完成，然后回家睡觉了，记得去我资讯栏看点击，如果你要买的话。